干什么去了？我打了电话。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当着我面说？你还记得雪晶吗？你原来的女朋友。对，准确点说，我这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女人。你们见过面了？没有。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我想跟她见一面，可是我又……你什么意思？你电话都打了，还用得着跟我商量吗？兄弟，我知道，现在咱们跟任何人联系，都有可能被警察抓住，所以，我拿不定主意。你和杨雪晶是因为什么事儿分的手？你想想，我要报仇，我身边能带女人吗？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欠过谁，但是我就是觉得欠雪晶的太多。临走了，我想见她一面。哥，你去吧。可是我又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要不是因为给我爸报仇，你跟杨雪晶早就应该抱孩子了，是我对不起你们俩才是。就算是因为你见杨雪晶一面，咱们俩被警察抓了，大不了是个死，有什么呢？兄弟，哥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要是不让你去，那才叫自私呢。哥，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如果晚上你真是出了点什么事儿，我马上离开东州。你放心，我不会蛮干的。兄弟，谢谢。兄弟之间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好。林总，吕琛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齐了。这吕琛72年12月生人啊？不，那今年是34。按照明州的习惯，应该虚一岁，35。35。你是多大结的婚？我那是早婚。找了一个比我大3岁的老婆，孩子今年8岁了。我就琢磨这个吕琛呢，你看在美国呀，没有婚姻记录，在国内呢也没领过结婚证，即便是他为了父亲报仇不愿意结婚，他不可能不交女朋友，是不是？对呀。你提一下吕端，哎，你搞清楚他儿子吕琛呢，交没交过女朋友？如果交了，叫什么？住在哪儿？顺着这条线往下摸。嗯，行。李东儿，这儿有点照片，你先看看。我先去看啊。报铁饭。雨辰交过女朋友吗？好像是交过一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好像。我听他提过，啊，处了个对象。什么时候跟你提过的？头2个月吧。雨辰当时怎么跟你说的？他说他对不起雪晶。我问他雪晶是谁，他也没告诉我。他说要是没有李平远的事儿，雪晶肯定是个孝顺媳妇。那这个雪晶的全名叫什么？
不知道。吕琛没说过。雪晶是什么地方的人？可能是明州的吧。我也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明州的人呢？在天津的时候，吕琛提过这个事儿。根据吕琛的学历啊，包括他的收入、相貌，我估计啊，这小子应该喜欢上，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性格比较内向，偏重学历呢高一点，啊，孝顺、善良的女性，你说对不对？对。那么好。咱们就按照这个范围，在全市的户籍里边查名字里边有雪晶这两个字的女性。嗯，另外你还要查一下啊，这个吕琛他使用过所有的电话号码，包括他所有的银行卡里边有没有和名字里有雪晶这两个字的女性的通话记录，还有这个银行转账这个记录，好不好？哎，出来了，有多少？全市在25到30岁之间的女性，大学学历的，名字里带有“雪晶”两个字的有85人，硕士学历的有37人，博士学历的……博士学历别念了，读博士生了哪有时间跟女生这些人谈恋爱？得这样，把这个给我打印一份出来。好嘞。没有，吕琛的这张银行卡没有转账记录。他的消费明细能查出来吗？能。这样，你把吕琛银行卡里的消费明细跟我打印一份。稍等。喂，严总。嗯，在这些名字当中出现雪晶的派出所基本上都核实过了，都不认识吕琛。在女生的银行卡记录和电话的通话详单当中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名字。这个叫雪晶的啊，他可能不是明州人。你这样啊，你马上提审大成。好的，我马上回来。雪晶的全名叫杨雪晶，我们只见过一次。杨雪晶和吕琛在哪儿认识？好像在天津。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应该没有联系了，他们去年年底就分手了。好，你把这些细节好好来叙述一遍。吕琛，你太欺负人了，你说分手就分手吗？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们俩到此为止，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没做错什么，我爱上别人了。吕琛，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面对的。行了，太无聊了，就这么着吧。陈哥，到底怎么了？别管闲事啊！雨辰后来和谁好上了？没和谁好上啊。那你以后就没跟杨雪晶见过面了？没有。杨雪晶是什么地方的人？好像是东州人，我们只见过一次，
听他口音觉得像东州人。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什么的？没有。根据大成的交代，吕琛回到明州以后身边就没有过女人。我分析吕琛是不是为了报仇才和杨雪晶提出分手。小明啊，我严海东，你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在东州啊，帮我找一个叫杨雪晶的女人，这个人呢，长期在天津工作，年龄大约在27岁左右。哎，她原来啊是吕琛的女朋友。哎，对，你们想办法找到她。看看他现在和吕琛还有没有什么联系。咱们东州叫杨雪晶的一共870人，其中27岁左右的有258人，这里面在天津工作过的有3个，其中有一个比较符合咱们掌握的条件。这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东州花园小区6号楼2单元501室。片警下去调查了一下，根据居委会主任反映，这个杨雪晶从天津回来的时间和吕琛跟杨雪晶分手的时间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女孩回来以后一度情绪比较低落，没事就出去泡吧喝酒，家里人给介绍对象她也不太愿意。这个人应该是我们要找的，走，你陪我去一趟。好。严总，我们这边确定了一个叫杨雪晶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好，我明白，我们现在正往他们家赶呢。左边那栋楼就是。好，谢谢啊。不客气。喂，爸呀，什么事儿？什么？我妈的病又犯了。好好，你等我一会儿啊，马上回去。师傅，带她回去，我有急事儿。别紧张，我们是明州公安局的。你叫杨雪晶吗？对。认识吕琛吗？认识。怎么了？你跟他什么关系？他以前是我男朋友。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没有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能不告诉你吗？我跟你讲，吕琛现在是我们明州几起枪案的主要嫌疑人。你作为曾经是他的女朋友，有义务配合我们。知情不报的后果，我想你应该清楚。
好。年前三月份，我在一家公司里当报关员，我们老板和吕春是好朋友。有一次，我们老板请他吃饭，带我一块儿去的。那天我喝多了，其实是我们老板故意把我灌醉的。吕春走的时候把手机落在包房里了，他回来取手机的时候，我们老板想占我便宜，当时是吕琛救的我。从那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吕琛因为我得罪了我们老板，也就等于得罪了一个客户。说实话，那个时候生意挺难的。你们当时住在哪儿啊？吕琛在步行街给我租了一套房子，他自己住在公司里。你刚才出去是不是想见吕琛？不是，我们早就没联系了。你老实告诉我，吕琛在不在东州？我不知道。这是明州三起枪案里的两起，吕琛涉嫌杀死两个孩子的爸爸，两个女人的丈夫，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阻止他策划第四次枪案。这不可能，这不是他干的，吕琛那么善良，绝对不可能。看你对他还有感情啊，所以你必须带我们尽快找到他，你是在帮他，你知道吗？如果李琛再策划一次枪案，在场的民警都会当场击毙他。你不愿意看到他落这么个下场吧？你们不会骗我吧？我们不会冤枉一好人的。尤其是枪案这种重大案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轻易下结论的。况且李琛的同伙已经被抓住了，现在所有的证据证明这几起枪案都是李琛策划的。好，我说实话，我刚才是准备去见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在东周商场8点钟。20分钟能到，够了。好，你先带我们去。夏支队，我们在附近查了一下，没发现吕琛。你们约的是这个地方吗？是这儿。具体位置？前面那家海鲜馆门口。吕琛平常跟你在一起，他有迟到习惯吗？不，他喜欢早到一会儿。撤吧。是。
如果是李春，告诉他你妈病了，马上约他到东州医院见面。喂，李春吗？你为什么没来啊？我妈病了，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我不知道你电话号。你妈没事吧？哦，没事，老毛病又犯了。哎，要不你来医院门口，咱俩吃点东西。不用了，我就是想告诉你，咱俩分手的时候，我没说实话，我没有爱上别人。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分手？别问了，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你不想见我，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依然爱你。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我就是想说，我依然爱你。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你再说一遍。啊，李晨，快跑！李晨，李晨，害他，你知道吗？李晨，李晨。靠近。是。快进，查一下这号码。快。是。你知道你刚才意味着什么啊？我被铐起来了。你为什么这么干？女人的行为，男人不会明白的。我真的以为雨辰变心了，他不再爱我了，所以我带着你们去抓他。可是后来，他告诉我，他没变心，他还爱着我。你知道吗？女人这一辈子能有一个男人这么爱着她，被她死都值了。你愚蠢，你知道吗？你是不会明白的。男人一句话，女人一辈子。把带回局里。是。走。出什么事了？雪晶被警察抓走了。警察怎么找到他的？大成可能出事了。哥，咱俩赶紧走吧，东周不能待了。没错，等明天办完事儿，马上走。还办什么事儿啊？警察能找到你就找不到李平远吗？这地址是陈志明给的。除了陈志明跟李平远外，没有人知道李平远在东湖有别墅。哥，仇我不报了，咱们走吧。你说什么呢？如果你坚持去找李平远，要么开枪打死我，要不然我就去警察局自首。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了你，我告诉你，从9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找杀李平远的机会。你现在让我放弃，我把他十多年就……李叔还活着？对，他还活着。你骗了我10年。为什么骗我？不是我骗你，是我爸不想让我告诉你。我爸他觉得对不起你们江家人。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不起我的家人？
李平远当初害你爸的时候，一开始我爸也做了帮凶，后来李平远想连我爸一起害，我爸这么多年委曲求全活着，他不是为自己活着，他一直在找机会杀了李平远，替你爸报仇。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李叔现在他人在哪里？我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啊，没人接。我想，他可能也出事了。就因为这件事儿，我爸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所以我绝对不会放过李明远。行了，别干了，劳逸结合啊，将你一条烟，真及时，及时，我要不戒烟难道轮到你？我问你，那个王姨是李平远的亲外甥女啊？啊，李平远姐姐的孩子，那这个李平远跟他姐姐的感情怎么样？据说相当不错。你把王姨提出来，我亲自审审她。好，这个我拿到了。你母亲去世以后，是不是舅舅最亲了？哎，他是不是经常送你礼物啊？那会儿我还小，记不住了。你大了之后，比如说他送你房子，好像说过，说是要拿我爸的名字和我妈的名字给我买套别墅，给我当嫁妆，这样婆家就不会欺负我没有亲妈了。那房子买了吗？好像买了。那套房子在哪儿啊？不知道，舅舅没告诉我。你父母叫什么名字？我妈叫李红梅，我爸叫王海。秦安，你听我说，我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李平远，我要亲手杀了他。不管李叔怎么对不起我爸爸，毕竟他在帮我报仇。我没有理由再记恨他。你我做了二十年的兄弟，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送死。早点睡吧，明天还得早起。海生啊，嗯。你给那个夏明和郑国打个电话，你告诉他们，在查找李平远下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一个人叫王海，啊，这个人呢，是李平远的亲姐夫，也是王姨的父亲，啊，现在我怀疑什么呢？李平远会不会用王海这个人的名字，给王姨买房子做嫁妆？明白。刘斌啊，走。我跟你说啊，那个可嘉明天就回来了。他回来呢，肯定和江启文联系。啊，
监控可嘉这项工作就由你来完成，听见没有？为什么好事总轮不到我？太不公平了吧！不，这不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对可嘉24小时制监控。你去吧。明白。那设备都准备好了吗？啊，手续都办好了。从现在开始啊，对我们全家人行踪和固定电话上监控手段，这个工作由你来完成。你有什么为难的？这跟我都没关系，这省厅党组决定的。你快去吧。好吧，放心吧。在家里了，我刚从家里出来。我想看一看明州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一会儿我要去学校。爸，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回去啊？我想看看爸爸到底老成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晚上回家见面再聊。爸爸再见。大哥，你不能进去。让开。大哥，别为难我们。我们爷儿俩的事跟你们没关系。大哥，以后还想管我叫大哥，就立刻在我眼前消失。过来。我在你汽车的后备箱里放了个手包，一会儿你把那里面的东西送到孙凯他们家。给我倒杯白水。
咱们在世达身边的人联系上了吗？爸，我在这儿。您为什么要这么干？你见过吕琛了？见过吗？你应该知道，我和姓吕的早就不是朋友了。我没做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对不起我，对得起我。现在说还有什么意思？不，咱爷俩的事今天必须说清楚。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努力打拼，把钱都漂白了，可以说，您后半辈子基本无忧了。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呢？爸，咱爷俩有什么事不好商量？您非得这么干吗？你动手吧，你不杀我，我迟早会杀了你。我见吕琛不是背叛你，我是想和他把事儿说开了。仇恨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和自己较劲儿，何苦？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想和他说开了，大不了赔他一笔钱。我是不想见到他用枪顶在您的头上。如果李琛真想报仇的话，大不了我用我这条命换您安度晚年。我这个别墅已经能出入自由，你这个大哥当得比爸成功。爸，我这个大哥是您逼我当的，我的一切都是您给我的，什么时候您想拿回去，您说句话。启文，怎么了？柯佳今天回来，他刚才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启文，要不你走吧，只要哥不说，警察查不出来你参与这事儿的证据。哥，到这会儿了，你还说这话？不是，我已经对不起雪晶了，我不希望你再对不起严可嘉，他毕竟刚做完手术。咱们走吧。等等，你再想想，要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我担心他的手机被监听了，我电话打过去，不等于告诉警察咱们在哪儿吗？不会的，这帮警察我了解。再说，严可嘉刚做完手术，严海东应该不会利用他女儿来抓咱们吧？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一定要活下去。我爸的养老送终就靠你了。是的。你为什么不愿意顺着爸爸的路走呢？爸，您是不是打我接手公司这天，您就在想这事儿了吗？讽刺的是，你一门心思想当政协委员，可是爸爸当了一辈子的黑道老大。爸，虽然咱们做法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
那就是把环海做大做强。现在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制度都在逐渐完善，咱们要是再像龙海、陈志明他们那样干下去，恐怕就见不到公司的明天了。我不是反对你，我也不是非要往公司插人。说实话，就是混也不能照着你们以前那样混法了。现在要的是高智商、高科技。爸，真的是老了，有些事情恐怕到死也想不明白了。难得糊涂了。